堪称老戏骨的倪大红，既精彩的演出和精湛的演技，总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从平凡的小人物到高高在上的皇帝，从正面人物到反派人物，无一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近期正在播出的《正阳门下小女人》中，倪大红饰演的蔡全无，一个憨厚老实但有着大智慧的角色，在剧中台词不多，却要饱含情感，这就需要演员有很好的演技和表演能力。刘嘉诚导演对倪大红的表演是赞赏有加，对倪大红绝对放心，说同一场戏倪大红会有几十种不同的表演处理方式，这其中不乏他的技术性和经验的一面。比如剧中蒋雯丽饰演的徐慧珍向蔡全无表白那段，突然有些懵的倪大红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幸福不敢直视徐慧珍，倪大红选择的是面对着墙壁，这样很好的掩饰了他的不自信，很好把戏接过来，把自己内心的情感纠结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。而在大女儿薛经理的身世秘密揭晓之后，面对这个养育了自己20多年的养父，薛经理从后面抱住蔡全无，爸，我这辈子就您一个吧。此时倪大红的表演处理方式是用头往后撞了薛经理的头三下，对养女的那种爱劲在这无声中体现。在情满四合院中有一个片段，何大清的女儿知道父亲回来了，情绪已经酝酿好，一进屋就泪流满面，看此时的倪大红怎么接。他是慢慢扭过身去，低下头哆嗦着，撩起衣服捂住眼睛，和女儿抱在一起痛哭，这场面瞬间带动旁边的人也跟着落泪。倪大红把一些细节处理得很好，也被许多导演称为戏痴，每一场戏都追求完美，可以说是把琐事角色变成了自己，是那种稳如泰山般，你有千百变我已不变应万变的那种。正阳门下中高贵的王公贵族公大爷，我的岳父会武术中搞笑岳父成大吉，远大前程中霸气老大霍天红，北平无战事忠臣稳特攻陷裴东，天圣长歌中不怒自威的天圣帝，从小人物到皇帝，倪大红老师将琐事人设进行完美诠释。陈坤谈及和倪大红老师在天圣长歌的合作也是非常兴奋，当陈坤和倪妮杀青的时候，倪大红带着病来看他们，陈坤看到后激动的哭得乱七八糟，有点把倪大红老师当自己的父亲一样。与倪大红合作的金牌导演说过，倪大红是一个特别走心的演员，有倪大红在片场都放心。大家觉得倪大红如何啊？